这三个流程真多。一袋袋沉甸甸的旧衣，洪守雄整理起来，脸不红，气不喘，看不出他已经80岁。弯腰低头做环保，动作利落。洪守雄年轻时在工厂搬20公斤饲料袋，练就一身好体力。18斤、20斤对我无啥物影响，因为我拢摸，全部摸，拢一双手拢摸到10-20斤安尼摸，所以。人家也看起不一样的。第一次接触瓷器已经是50多年前，那时的洪守雄年轻不懂事。他爱欠大家的，伊讲来立柱子哦，对，较乖。于是本来要迁赌的钱变成了行善的功德款，人生观也因而导正，瓷器路一直走到现在。不止环保，洪守雄也是香积团队的重要帮手。已经肯做了，确实肯做。我奶奶差无烦吼，我来哦，哈紧救兵哦，伊就来了，紧来给他倒茶。各种勤务，洪守雄从不推辞，还利用时间上长照课充实自我，天天欢喜付出，时时乐在此际。大爱新闻张国端、郭继宗、林成章，台中报道。